吃的东西，这我最在行了，相信我，我一定会赢。Bro， 你刚洗台湾的音呐？台湾道地小吃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我高中就读这附近吗？而家咧就要宣布呢个得奖者，得奖者咧就可以获得我哋三只 Figure 公仔啦！哇！对对，没错 ，AT BB DC 天使 DC 天使 C， 决定将呢个冠军咧俾天使 AAT。我锻炼的角色交给你了，你好好照顾他哦。会的，这就是公主棒，没问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Nova Esport Overwatch 战队教练蓝飞鸿，来到我们的台北的暴雪电竞馆，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馆内的一些设施。这里就是我们所有赛事的转播台，这边这一间呢，就是我们整个电竞馆里面的贵宾 VIP 室，这边看到我们整个最中间的大荧幕，然后以及我们两边的选手的比赛台，这边就是我们现场的转播台。哦，来啊！拉不拉风？超拉风！今天呢，有一个很特别的活动，我们 Overwatch 的世界杯哦，台湾区的选手今天要做发表。那目前是我们发表的舞台在这里，这边就是我们的副控室。所有呢，我们比赛的画面的镜头啊，基本上选手在打的时候，你看有这么多台电脑，对不对？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画面会传到这里面，然后会有你看这么多台电脑动成一个转播画面，传到网络上让大家一起来看直播。好，这边就是我们选手的对战舞台，每一边总共有六台电脑，它的画面就在这里。所以说只要来我们暴雪电竞馆的现场，就可以看到选手自己想要看的视角哦。俾咗呢個機會我帶我嚟到台灣去參觀台灣嘅戰隊啊！我睇到佢哋嘅準備真係好充足，睇嚟香港要努力加油啦 ！Nova 繼續努力 ，Nova strong。小秒鐘，你忙住㗎。